老铁们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现在把火闯下了，现在人家这玩便宜的都没有了。你看，咱这儿女子把这这娃子了，打这两人撵的满全都是的，咋弄的嘛？这羊有了羊肝粉了没有？给打了一针，脑膜炎粘全全的。可这家伙一卖要吃的嘛，你看这把人愁死啊。哎，咋弄的嘛，老铁嘛，给我吃个主意。继续压的还是糊涂的。